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鲍哥，现在我已经到了广西桂林，今天在这个位置，桂林市七星区万达广场这里下面，正好大网红李海山到了万达广场直播，他的助理答题，答一道题，他讲了什么？讲了一部轿车，这辆轿车还是电动的，值30万。现在我去看一下，他主要是这个车子被这个助理叫小虎牙，他是贵州人，是李海山路上捡的，平常直播在几百个人，这是户外也是他的齿轮转动命运。现在这部车在我眼前，这部车就是这辆，大家看见了，这个是电车。想问一下，这个车子是被上海的大网红李海山买走了吗？对吧？他买的是同一款车，不是这一辆。对，他买的是新。这个车大概多少钱？29.8万。29.8万。29.8万，等上牌保险弄弄也要30万。对，30多。对吧？他好像他的一个助理答题，得了这辆奖励的这辆车，是不是啊？啊，我也是上海人，今天到了桂林，朋友这里结婚过来看一下，正好他过来看他直播。是这辆车的，蛮好的啊，也是幸运啊。好，把镜头搭到前面看一下，好，就是这辆是电动的，这辆车被小虎牙去了，29.8万，等于这部车也要30万，是充电的，他这个答一道题就能奖励一部车，真的太幸运了。是这样的大屏哦，还蛮大的，搁后面这里是充电的，在这里非常的漂亮。你看人家答题弄了一部车，答了，在这里很漂亮的。今天正好过来看一下，他这次是今天4点现场直播的时候在这里的，非常的厉害，看他。但是这一次也是不错的啊，在答题当中也是全网第一，得了一辆车。这个小虎牙本身10万粉丝，今天这个车子给他齿轮转动了，得了，现在粉丝已经涨到19万了，非常的快，一个小时当中涨了9万粉丝。后面今天晚上不知道他10点一场户外，鲍哥能不能碰到他？今天。既然来了桂林，就过来看一下，主要卖黄金的，这里还有好多，他看到人就送。我今天能碰到的，跟他聊一聊，能不能答一道题？宝哥也想给他弄一下。这里是买黄金首饰店，这里是万达广场。宝哥去年嘛，也在这里，粉丝叫我买了一架无人机，也是在这里买的。这里的衣服也不便宜，桂林山水甲天下，都是风风景景，非常的漂亮。他们现在在了宾馆里面休息了，等到晚上10点户外去看一下，能不能去答一道题也是很好。刚刚前面上海的大网红李海山在这里走过了，这里上楼去了，在楼上。不在楼上吃饭，他回宾馆了。你怎么不叫他把你个摊头包掉呢？太多人围着，我不知道干嘛的。好好好，好的好的。现在回宾馆他休息了，到10点他才出来。可能这里几家很高级的宾馆就在这里。包哥正好过来逛一下。今天这里风风雨雨的，也蛮好的。好了，今天包哥。就等到10点，看他在哪里户外，我也不知道，有可能也是这个附近户外。这里也是七宝，上一次跟我一起去四川的七宝，他的家就住在附近，有机会跟他碰个头。啊，废话也不多说，这期视频就录到这里了，感谢家人们观看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关注包哥，带你旅行不迷路。